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前新闻。今天前子出任务来到的是台北市的万华。观众朋友，我们台湾人没有被疫情打倒，过去一年多，你们知道前子出任务第一集我们到的是台北市的信义区，跟着翁老板去送物资，来发送他的爱哦，扶植一些比他弱小的人。第二集我们就来到了万华，那个时候在西门町，大家还记得吗？郑老板带着我们做很多的便当，也是一样去送给那些游民哦，甚至整个街区大家互相合作哦，真的很感人。那今天前子又来了，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有拜访地头蛇，而且我们还请到了台北市市长办公室的这个主任谢明珠，明珠姐，请明珠姐带我们一起来看万华。明珠姐，嗨，前子，嗨，明珠姐， Hi. 今天来到这里，天气真的非常好了。是，那我们要从这里出发。嗯，可是这个点哦，我们看到的只是服饰会的壁画，是不是可以请老板出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万华人早餐都吃什么？有的人可能不是吃粥啊，吃什么？万华人早餐会来吃很好吃的花枝羹，是，就是这一家。这一家是小老板金喝甲，金喝甲的花枝羹。他非常有想法，他觉得说，应该带入就是第三代的经营啊，应该带入一些，新的思维，或者是吸引人家，或者有一些代表他们的 IP 的店的 IP 的那个画啊，或者一些形象的广告等等，所以他就自己做了这个。我们现在赶快请金喝甲的小老板。第三代的阿平，请阿平出场好不好？阿平来，掌声鼓励一下。明姐，明姐好，嗨，大家好，我是第三金好吃花枝羹第三代的老板阿平。阿平，我们这样从这边经过，最有吸引我目光就是这一片哦，这个服饰会嘛，为什么会想把你家的店的，应该算是你们家店的墙哦，把它绘画成这样？简单告诉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原本是在路边摊，然后一到店面的时候，有些客人找不到。因为我不喜欢做横的招牌，我觉得那个扛棒还是不干净，还是细。我觉得要让这个地方去让更多人产生更好的、美好的印象，那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做。对，所以我就想了很久，然后在跟朋友聊天的状况下，然后就忽然间突发奇想，不然咱的标杆我做一百包啊。然后我们说好啊 ，OK 啊，那我们就去做。其实就是一个。老板比较任性，老板任性，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还问一下老板说：“老板，我们这里跟日本文化有连结吗？”因为我看到这个服饰会是跟日本文化很像。然后呢，旁边你有看到 at Frido Art， 这个是当地艺术家吗？不是，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们是专门到处在帮人家创作这些东西的。他们在台湾很多的地方都有去画画，然后他们的全部的过程都是。手绘，不是喷字，都是用手绘，一笔一画这样子画出来。对。先问一下明珠姐，因为明珠姐跟我们在地的万华这里很多商家都非常的熟，为什么会选择第一家，我们就带来金好吃？因为他这边就是第三代的经营基本上，然后呢，他代表说他的经营非常的实地，就是实在，经营非常实在。很多人早上会选择来这里吃，是他们一早。就跟那个就是海捞的业者嘛，恭贺哎哈，啊恭开戏，就是民家的上来，最新鲜的，所以你要吃到最新鲜的，从早上第一天的元气开始，所以我们开始当然就从元气开始啊，对，所以一早的这个 key 来的话，传遍遍，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进去店里面哈？因为过去台湾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吃店其实里头的蕴含的历史还有非常美味，可是。可能整体的形象啊、包装啊，甚至这个文化的底蕴都没有给它出来，所以我知道阿平好像很用力在做这件事情。应该也不是说用力了，我有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他有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要进去了嘛？我觉得这间叫做什么？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变成像人家国外的拉面，或是像什么这样子的方式。那只是我们要如何的去做，如何的去推动。这就是我们要去想的东西。好，阿平现在带我们进去的就是金好吃的本店。对，本店。好，全台湾只有一间，唯一一家。对，来，里面请。好，谢谢。我们平常是营业的时间到几点？坐一下。早上七点到早上七点到中午五点。然后，晚上的话五点到八点。那可能过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在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会公布在粉丝页上面。我有看到我们这边有大家上去看金好吃这个海鲜小教室，你甚至有把这个花枝啊、卵丝啊、鱿鱼啊、透 Q 啊
有什么不一样，你都把它写出来。然后你们用的材料就是这些嘛，哈。对，我们用的就是画师中间的那个画师。而且前子会发现说，它的图案全部都是普思慧一贯的。对，全部都是。你看，它的全部都是一贯用普思慧的图案。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坐下来吧，明珠姐。好。我先坐进去了。对。没问题。疫情期间，我们这边哈也是都有隔板的啦。对，有我疫情前我就都弄上去，然后我就都没有再拆掉。对，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就通通都是维持这样。对。老板，我们现在肚子超饿的。好，稍等一下，东西马上来。明珠姐以前就曾经来过这里，是不是？当然，对。那你自己为什么会也带自己的朋友来，然后也来介绍这一家？因为你知道我们。所以小吃一定会常吃到花枝羹，但我们因为万华当时因为板业几乎萧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设备他们这边已经经营了很久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样的店。我们先从这些店的资料找出来之后，我们来希望来帮忙宣传他们这些店的特色。那所以我们的这边有个商圈，我们的理事长就说：“哇，这羹的花枝哈。”很实在，就是你绝对没有办法吃到整块花枝这么大只的。我说真的吗？所以我就赶快来吃看看。来，耶，面来的。小心，来，这是干面。你们也有卖干面哦？有啊，有。一试成主顾客。好，哎，汤稍等一下。所以呢，本来就是在我们台湾庶民的文化里面就是这样，青蛙打米，而且花枝羹哈，就是或者是一碗汤哦，就是从早上就是这样吃吗？对，早餐就是这样子吃。所以我来吃了之后，我发现很好吃，我就开始带很多人来吃。然后我们的灯节呢，就是刚好在这灯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12月才举办嘛，所以我们就在这附近台北灯节，对，台北灯节的时候我们就也在这附近办，所以这附近就吸引了很多人，随时来都是客满的。其实它的店也非常的客满，是，对，你看其实如果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一家店哦，它的位置其实没有非常多，而且全国只有这一家，别无分店啊。如果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过去哦，大家看到大家怎么样努力让它再重新繁盛起来。我刚进来的时候是里头是客满的。那我们是当然是等说这个人潮比较少，我们才进来拍摄。所以下次如果要来的话，可能还要打听一下时间哦，或者是要排队。我来的时候都是排队的，都是排队。对，都是排队的。所以我们还是安静的排队的进来吃。对，如果这个路过经过，千万不要错过。在万华车站的旁边，小心哪里花枝羹？你看这个传说中的花枝羹。真的很大碗呢。是啊，它有花枝丸在里面。待会请老板来跟我们一起吃，然后跟我们一起讲解这个哦，还有一些餐具。不过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拍摄过程还是都是遵照防疫的指示。你看到这边都有隔板哦。然后包括这个全程戴口罩，等到吃东西的时候才把口罩拿下来。对，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老板的这个。看起来它的花枝羹哦，放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碗里面，因为其实，在台湾很少看到碗是用黑色的，很少看到碗是用黑色的。老板，是不是安内啦？台湾，其实我不知道外面我很少看到有人用黑色的碗。我比较神经病，你比较对，我比较神经病，你比较叛逆。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氛围。黑色的话比较能够让这个白色的东西。老板，你要不要拿一个椅子坐在这里 ？OK OK OK， 哎 ，Sorry。那你要不要吃啊？还是你已经吃腻了？没有了，没有了。从小到大吃腻。我自己每天吃啊，我自己都每天吃啊，对。好，我自己也都是每天吃啊。然后明珠姐，我们现在可以大快朵颐了。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来，你故意弄那么大块？没有，绝对没有。我这边每一个客人吃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你跟明珠姐真的没有，我已经来吃过很多次，太离谱了啦！对，真的，我就跟你讲说，这么大块，这早餐吃了一碗之后，你就元气百倍的可以开始今天最有元气的工作开始。这一碗要卖多少钱？100。可是真的超划算，观众朋友，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去吃花枝羹的经验。你看到我这里面这一碗，因为老板他说没有加料嘛，没有加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来吃了很多次的。对，看这么大块，这么厚。你看鱿鱼就是这么厚，这么花枝哦，对不起，就花枝，所以它才是偷听花枝东西。这个是花枝，花枝羹，你看花枝超厚的，然后旁边还有两颗花枝丸。老板刚才讲就是花枝丸是在这边吃过之后，明珠姐讲在那边吃过之后，别这样花枝丸就不会想要再吃，像会不会得罪别人？对，我们这样，那我先吃一口。我们会不会被剪掉？不会，这个不能剪。
嗯，超好吃。它是真材实料哎、欸，几乎没有什么粉，就是花枝很 Q 弹。老板，你这个花枝是从哪里进来的、啊？大多数现在原料大概都还是台湾的渔船出去抓的。嗯，对。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厚的花枝，因为有些地方都是粉比花枝还多，有些地方。所以其实以后知道来这里吃了哈、嗯，因为你说你来这边只能吃固定的一家店、嗯，现在多了吧？嗯。其实万华区这边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好吃的小吃，而且几乎都是好几代的传承。嗯，对，非常值得，也非常推荐大家来试看看。然后这个面啊，等下先拌一个均匀，然后再吃。你可以先试原味，然后等下再加一些沙茶，或是看你们有没有吃辣，然后再加下去，然后会吃到一种像人讲那种较早较古早味的那种打的那种感觉。古早味的。老板说要先拌。古早味的。嗯。因为我们刚才拍摄的关系哦，没有先拌，所以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结在一起。会有点。对，可是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慢慢的把它给拌匀。对，我刚才一直没有讲话，是因为真的讲不出话来。为了今天这一段，早上都不敢吃东西，早上都不敢吃，就超好吃。会不会我们一吃就忘记应该讲话？对，应该是不会到那么严重。老板，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哈，就是今天当然这件事，我们来明珠姐带我们来吃这个金好吃哦、嗯，那也是传说中的这个花枝根之王哦、嗯，那吃的果然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可是，在疫情期间，老板的生意到底有没有被影响？其实真的影响很大。嗯，我疫情的期间我没有什么休息，我总 total 大约休十多天而已。嗯，因为你总没当一点休，我的想法。我还有其他一档总刚有行李，没人敢来，没有人敢来。没人你都没休困，你是在冲啥？也是有员工，嗯，他们也是有家庭。哦，因为老板没有办法把员工对，我不可能叫人拢满来上班，嗯、这不可能，这代志我做不了。嗯嗯，我嘛不可能讲叫人留职停薪，按人要怎讲？嗯，人家每一个人，他们有家里面的人，嗯、有小孩，有什么，我们要去顾全到人家，所以我不可能就直接叫他们休息。面好好吃哦，是，我就继续做。他们没有停止发薪水，嗯，没有，对，完全没有，就是很感人的部分，对。然后那时候是夸张到，我可以坐在店门口三点钟哦，连这样尿的不？真的假？今天真的啦，真的啦，这是漫画呢。对，连一只猫都没有。啊，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还能怎么？我就看着电视嘛，他们非常无奈，大家这样子讲，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那我们也是很无奈，那我们能做到多少？我跟前子说一件事情哦、嗯、当时我们这边我们的台北市的卫生局的局管科在万华，那因为我们话务人员嘛，每天都有人打电话进来说啊、我是不是确诊，我今天咳嗽，我干嘛都会来问。那有的确诊他们说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话务人员每天接电话，因为太忙碌了，所以他来跟我求救说，主任我人不够，我们要增加人。嗯，那我们当时也是在医护人员都在很缺的情况下，我们就向学校的那个医护室的这些护士们寻求协助，请他们来。结果报名的当然是很踊跃，可是呢，第一天来了之后，第二天很多人不愿意来了，因为听到万华很多人不想来。第二个是家人不准他来，嗯，他说我们还有家人，你去万华万一怎么样？当时大家觉得万华跟一个瘟疫一样，不敢靠近，所以连话务人员我们都找不到人。他跟我说，我来看他的时候，我来疾管科看。他们话务人员早上早餐哦，摆到晚上，他没有空吃饭，嗯，因为人手不够，而且电话太多，你也不能人家没有问完没有回答完你就给他挂电话，而且疫情随时在改变，所以他要按照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可能要怎么管理自己，你可能要注意什么这样子。对，所以他说这样尿的不，嗯，所以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虽然我们也住在台北市，可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万华这个地方，嗯，老板。坐在这里三个小时，连一只猫都没有。没有啊，就空的啊，外面跟空城一样啊。嗯，对啊，可是我们不能走、啊。嗯，这是我们长大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园在这里。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跟着倒下，那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家的人，他们要怎么办？三代经营，对。那这个东西是，其实我后来真的会回来经营这家店，不是讲，跟他讲要做生意，因为这是我阿公老了。
这是阿公留给我的。你是第三代，对对，嗯。但是阿公留给我们家族的回忆，那我要怎么样再想办法把这个回忆继续延续下去？嗯，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东西。那我们不能因为说疫情怎么样，我们就要全部通通休息，或是什么？嗯，还是会有人来找我们。我们看能不能去做那个，当大家拢就无助的时候，让我再聊，讲伊跟他来。啊，你够亏耶！嗯，给人家一个温暖的感觉。嗯哼，这个东西才是我要的。所以你那时候也是撑得很辛苦，这样总共花多久时间？三个月吗？接近四个月。接近四个月，三个多月。对。然后不仅是收入几乎没有或是很少，然后要发薪水给员工。嗯，对。嗯，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应该是说有一些政治人物会讲说啊，这个全国陪双北坐牢，嗯，然后甚至讲说万华是破口。你们听到这句话？应该很不是滋味吧？就无奈吧，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毕竟我们只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你真的是能帮我们做得到的东西，尽量的去做。总之，我可以做的就是老子当民家红家，我让来家一条民家，让他觉得说这个地方还是有人在行道的，不是讲鬼拢空的。对啊，这就是我能做的。是民主主任，其实一直都在这边，跟他们等于是在一起，非常了解他们的心态。你觉得政府可以做什么？我刚刚听他在讲的时候都快掉泪。我觉得这是文化，万华人的善良。我问过很多家店，就说你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度过来，怎么走过来？真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说去埋怨或干嘛，他们只是说像他讲的，我们觉得无奈。他们有去抱怨说大家为什么对我们这个样子，但是他们知道，其实他们店关起来，你知道他有店员啊，那本来也有租金要付啊，人家这些压力怎么样？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疫情正热的时候，你看不到结尾会什么时候，看不到尽头，他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我的店要关到什么，我应该收的吗？我这租金还要继续付吗？对，所以他刚刚讲的，我这样，所以那快掉下来，我觉得心中人，这我觉得这个是，对，这是万华人的善良，就是说他没有，我经问过，不是抱怨，对，不是抱怨，他是说就无奈啊。就看什么时候可以尽快结束这样子，这是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好好来帮万华的部分。对，因为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有在西门町那边嘛，我们的确看到所有的店，那时候是很热闹的店，通通都贴出招租，通通都要租出去，都空的。我们这样整个这样走过去，那个步行街啊，大概八间店哦，十间店有八间店是拉下铁门的，然后有六间到七间是贴出租的。那你们这边那个时候的情况也是吗？我们这边那时候的情况，大概24小时都是没有人的，连车也没有，就是你可能你现在连猫都现在的时间，你走出去你就看整条路都空的。我可以直接大概西园路的中间可以直接看到西园路，空的连人连车连猫野狗都不见。可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德雄刚刚明珠姐讲那是看不比来的几个。对，真的，他们那时候讲，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如果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是不是可以来想，谈一个什么租金的价钱啊，或怎么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只能尽力的去做。对，那至少就像人家讲，我继续开着，好像留着一盏灯在黑暗处，那些啊，掏钱我去怕点位，然后他可以让人家觉得，我终于吃到你们家的东西，我终于找到你，哎，你们有开，大家很像好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了，今天都在帮家人，大家用心情不好了。你来，大家寒暄问暖一下，至少我们心情可以稍微舒缓一点。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的味不是跟他勉强，不是跟他谢，而是一个回忆，一个可以让人家去以后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孩，或是可以让人家一个心情抒发完了，因为有的人心情抒发就有家嘛，对吧？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东西。老板，不要看他们只是卖一碗，有些人可能觉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吃的东西，一碗羹而已。可是它里头承载很多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家族的回忆，以及他在地就是可能想要散发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啦。那回到这个羹的本身，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旁边的这个鱼浆也是你们自己打的吗？哦，鱼浆不是，也是买来的。鱼浆是跟那个厂商叫的。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上下游产业可能通通都卖不出去啊。那像这样子的这个鱼，这么厚的这个花枝，那时候你们应该也没有办法再叫进来了嘛。那他们怎么办？就是我意思说，它是一个食物链跟连锁链，这个供应链就是，也是整天打电话来，就是也是哀哀叫，
对啊，因为他们大多数的都是餐厅嘛，嗯，大多数的很多都是餐厅。那我们这厂商是因为从阿公的时代就开始到现在，所以他已经把它作为一个稍微的一个区分。那给我的东西就是给你，嗯，对。然后只是他也知道台北就两条没，所以他也不敢来。台北，这不是台北吗？他不是台北，他在高雄。哦，高雄，嗯，对。他以前讲啊，伊嘛知影就严重诶，所以他也不会说真的就是硬逼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对，打个火胸啊，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一个互相，嗯，对，彼此之间的一个尊重，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跟我们厂商合作久了之后的大家的一个默契，对，算对我很好，嗯，对啊，对啊。在台北灯节的时候，大家有看到刚包括这个服饰会的壁画，也很多人来这边打卡，然后拍照留念啊。老板最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其实你已经度过了三个月最低潮的时候，现在是慢慢往上走了，可是全世界的疫情都还没有停哦，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还是说你有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止损点啊，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说万一疫情再怎么样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对未来的想法，应该说想怎么做，我的想法是我能坚持到多久我就尽力的去坚持到多久，因为我家不是跟他花钱，他们每个都是我的工作伙伴，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而且我还在想到很多我这边的客人阿伯啊，或是到阿祖都有，阿祖也来吃，人家有上等的人可以吃四代，这敢改嘞？可以啊，可以哦，嗯，可以啊。阿祖，我会选那个比较软的地方给他们。哦，还有特别特制化，可以可以可以，对，嗯。那他们可能一个人民间，伊跟他想要吃的红吃无，所以是真正有的人会推荐我。嗯，对。那所以我的想法是，我能撑到多久，我就尽量的去撑，不管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我们能尽量的去做，我们就去做，嗯。台北市政府包括民主姐常常来这边关心你们，那你觉得政府还可以给你们做多做一点什么吗？还是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其实大家都一直很努力，那只是变成说每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那我觉得老天是公平的啦，你真正有在做，用心用良心在做事情，大家是会看得到。嗯，对啊，因为说真的，民主姐一直都很挺我，很照顾我，然后很多事情。哦，那时候打个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会去帮我处理掉，我就真的很省，让我觉得很省心，然后也觉得我是有口碑的。OK， 对，也一直很谢谢明珠姐照顾，对啊，那只是我们小店嘛，那慢慢一步一步的再去做，对啊，那对未来能坚持下去才是我要做的。好，那非常希望老板可以继续加油下去了。这么好吃的鱿鱼羹，我下次自己要再来，因为今天是拍摄。我吃完之后，我很想再打包一碗回去，那超好吃的啦，真的很好吃。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或者经过万华，或特别来万华的话哦，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来吃哦，好吃，帮老板加油，谢谢老板，谢谢，好吃，真的好好吃，我吃了一次之后就带人来吃了。我们这待会可以把它打包吧，因为我们已经吃了，然后又吃不完，这样会浪费。当然，这次也好好吃哦，为什么？为什么？它看起来很普通，它看起来完全没有什么特殊。可是你知道，换起来的鱼汤啊，有没有？对。可是为什么这么好吃？我刚吃一口就超好吃的。最简单的东西才能让人最印象深刻。嗯。荷包蛋如果煎的好吃，还可以做的好吃，就是不容易的地方。嗯，真的很好吃。荷包蛋如果把它煎的，我刚才可以讲一点什么？荷包蛋煎的好，一辈子都会记得。啊，你啊大鱼大肉煮的好，你也没得问题。打败梁启浩，这样讲没有了，没有，打败梁启浩，我可能可以讲梁启浩在不？我们观光客，你知道就会看那个，你知道有人这个总统去，我就去了。嗯，没有啦，那种每家店的每家店有特色嘛，对，好，他的花枝丸，我们等一下还要往下走，不过我们要把这个先吃一吃了，要不然太浪费。花枝丸很好吃哦，花枝丸好吃。我们进楼还在昂吗？对啊，我们好。我们要往下走了，因为我们制作人一直叫我们往下走，可是没吃完呢。好了，我帮你们打包起来。对啊，打包起来，打包起来。好，这个重责大人就交给太谁了？不会啦，要不然太浪费了。不会。老板他特别讲说，他在这边他们已经第三代了嘛。那刚刚他说，像是老板，我们刚好遇到就是他的爸爸，
爸妈现在可能不在店里了。爸妈其实也都就是放手让他做，就像刚刚那个碗啊，阿平有讲那个碗是黑色的，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不太会用黑色的，对，会觉得说那都哦色的，可是你看。这黑色看起来就是真的有质感，对，就比较有质感。所以年轻一代的想法跟可能上一辈的想法还是有差别的。那我们一边等老板帮我们打包，一边我们继续要往下走了。明珠姐你耶呢？好，这里耶，啊，明珠姐的汪汪的 OK。老板谢谢哦。不会。下次大家如果有经过这里，真的要来这边吃。哎，你是他的妹妹吗？好，拜拜。这家店呢，平常只开到一点。那今天是因为我们拍摄的关系，它可能开比较晚，所以大家不要扑空了。下午一点，它这边就会休息，然后到了下午的六点或是五点吧，五点对不对？对，五点还会再重新再开，对，还会重新再开。五点再开，所以要记得它开的这个时间点。老板一早就要出门，现在这个牌子很有趣。号码牌，因为人很多排队。这边其实有号码牌啦，哎，这边还号码牌要拍一下。号码牌，对，我来提醒他们来。老板，这个号码牌很特别，刚才忘了介绍。哦，这就是另外一个那个老板任性的产物。怎么说？是给人家排队用的。因为人多的时候我们会发号码牌，但是你号码牌那么多个，我被单里面都不一样。嗯。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要弄一个架子。哦，而且一般的架子我又不要。然后我就去弄了一个仿两居的东西，对，你真的很喜欢日本文化哎。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日本文化，我只是喜欢他们。你那这样拿得动吗？我很怕你。这个所在不是跟他讲像人讲的，放假这个所在不是像人讲的，跟他垃圾，跟他乱。我们也是有可以很美的地方。那一杯是谁的？我们的吗？我们的人的吗？很多的美其实是藏在角落。对。好，对啊，谢谢老板，今天老板帮我们这个完全的介绍，非常用心的一个老板，希望他的生意做得长长久久，然后呢越来越好。谢谢，谢谢小平，谢谢阿平。早上几点开始啊？七点哦，所以不要扑空，一点休息，一点休息。好，谢谢，我们往下走喽。谢谢，你们先，你要去吗？麦克风要请老板拿下来。好，麦克风。老板，拜拜。拜拜。好，没关系。那个明珠姐，我们再往前走。好 ，OK。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离开了金好吃，我们要往下一个地方走。那带我们到下一个店，是一个也是百年的大碗。对对。万华车站哦，可能我们小时候看到它有比较脏乱，然后是一个北站、南站哦。我们走错路了，往这边走。来，小心哦。那现在整个万华的这个街廓的样子已经是更现代化、更 modern 了。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那，你看它上面我们也 BOT 上面的那个，也有饭店的经营等等，都把它弄得非常的整洁。其实，在那个疫情哦，在疫情蛮严重的时候，你知道市长是一个科学，他自诩是一个科学家，确实是因为他是医学的专家。所以我们其实曾经在这边被人家说，他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万华5000人做样本，做了一个血清研究。对对对。那这个血清研究就是有助于说来了解说万华现在它的疫情变化怎么样。然后打了疫苗之后抗体的存在情况。然后我们详细的做了很多的研究。那初步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出来。万华这个地区的我们取样的哈，抗体对5000人，结果呢达到了97%，所以代表说万华绝对不是个破口，万华最未来的感染率也会绝对的下降。你看97%的抗体，那一方面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来了解一下，说我们打了疫苗之后，那随着时间的累积跟时间的经过之后，是不是抗体会下降？就我们实际上发现。真的到了6个月的时候，确实是抗体是下降蛮低的。就打完疫苗六个月，打完疫苗六个月以后，它的抗体是有比较小心一点。是有下降的。所以呢，确实我们本来就是中央如果还没有鼓励说打第三剂，我们市长也要准备来宣布说，应该鼓励大家需要在就是6个月哈就已经接近。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抗体几乎都差不多，对对对，都差不多，所以应该继续打第三剂。刚好中央也在呼吁，所以我们也极力的呼吁大家要尽快的去施打第三剂，让抗体再上升。那万华这边呢，绝对不是破口，也绝对不是
是一个感染怎么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血清的研究，那目前初步的结果，我跟我跟您刚跟您报告的，有达到97%的抗体，是，所以万华是安全的。万华是安全的啦，观众朋友不要被一些媒体的标签哦给误导了。那这也是台北市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万华它绝对不是破口，它是守住了我们台湾，这也是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这边看的一个意义哦，跟精神所在。不过现在我们慢慢来到一些比较看起来比较有历史感的一些街廓，对，是不是也是我们在路上也请明如姐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它特别的这个产业的形态或生命力在哪里？因为早期哦，早期以前叫做 Manga 的缘故，就是因为这里是大陆当时坐了船。哦，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林长佐的，上次长佐跟这个柯P好像有一点这个吵架啦，因为在那个也不是说吵架，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要来。对，我们也不知道他要来。那现在柯P跟他已经和好了。市长没有跟谁不好啦，就是只他基本上就是以人为善嘛。那如果别人要有什么样的的动作，那他也是顺其自然啦，没办法，因为那也不是市长预期，也不是他预期的。因为我们当时要来的时候，讲实在的，我们是要来开记者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啊，也不知道他要出现呢。然后东哥是比较。他是直来性情中人，对，性情中人，对，我蛮喜欢他的耶，对，我去他那边喝茶，对，他很认真，对，东哥很认真，对，他是这附近每他的那个淮南市场，他每一家店铺都非常的熟，我带市长跟市长夫人去那边买菜，就是告诉人家说佩奇姐，对，跟带我们佩奇医师，就说这边是安全的，大家可以来买菜这样子，对。其实需要更多的宣传啦，然后让大家知道，因为毕竟很多民众哦，他的小心后面，毕竟很多民众他的印象是来自媒体，那媒体的报道有时候不是100%有准确的传达到这个地区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过年期间也请我们的这个这个明珠姐来我们看看，特别告诉我们，因为不是所有观众朋友都很了解万华，这万华这个产业或者是它的这个起源的这个精神到底是什么？在日本有一个学者，民俗学者叫池田敏雄，他曾经讲说，台湾早期这个地方叫做邦嘎的缘故，就是因为很多大陆他们坐着船来到这个地方停泊，来到这边做交换，来在这边做一个商业的那种交换物品啊，哈，或者是说带一些大陆的物品跟来台湾的物品做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他早期是这种繁华的地方。到了1920年的时候，日本把它正式更名叫做万华，就是希望它万年都能够繁华。万年都能够均平均的繁华，万年都繁华，所以叫做万华。所以其实早期日本就对这个地方也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应该赋予它很多商业的价值跟商业。当时在日据时代，1920就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是，对，所以立刻来联系的迪化街、很时髦大道城啊，哈，那时候的建筑，还有一些以前文人呐，还有早期引进来的茶啦、咖啡文化，全部都集中在大道城这个地方。对，大道城也是因为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对，就是文化的，就是人才的文学人才培育的基地。对，小心，因为人很多，你看好热闹，因为现在快过年了，好多人来这边买衣服。对，其实慢慢万华已经复苏了，我看到的是我去年8月跟现在其实有很大差别。刚刚我们那个小老板讲的嘛，当时是一只猫都没有，对，真的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当时疫情来的时候都没有人，甚至有一些人光要经过万华都觉得很害怕，会怕，对，甚至连开车都说我的车子会不会有会被感染。我有同事住万华，他每天要搭计程车去上班跟回家，没人要载，对啊。然后我就刚刚讲的嘛，就是连那个我们拜托人家来这边帮我们做一些服务等等，很多人听到万华就不愿意来，都不愿意来。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从我们刚刚讲的描述这些状况，就可以知道万华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是我们很难可以想象的那个经历。可以想象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看不到未来，就像刚刚他讲的一样，我们因为认识了很多的店家，每一个来的跟我们说的都是同样，
我唔知道我够有法度开无？我是不是要关起来？因为租金要不断的要付嘛，那你租金付不付啊？等等，那人员怎么办？你每个月都要付的，这个人事费用你是每个月都要付的嘛？所以这些问题。好，我们现在看到经过这边都是一些很古色古香的这些零食啊，还有店家就批发的。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像这个都是我们万华最古老的时候的样貌、对对对，市场中心啊，拍谁？对，对，市场中心。对，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有早期都1920年代留下来的很多街廓的建筑，也从这边的一些老街都可以看得到。在万华生活，或者是我们这样子走这么一点点小路，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就是早期台湾人的那个生活的样貌，其实他们还依然保存着。是，譬如说现在我住的地方在内湖，那内湖看起来就没有像这样子的，对，没有这样的结果，完全没有，对，没有这样。对，那像这样子的养生会馆在这边也有，这个是共生的嘛？对，这个、对，没错。我们知道在疫情开发，但是其实很多在这边住过人对万华是依赖跟喜欢的。像我们的万华分局的局长，之前的那个张局长，他是被调到这边来之后才在万华生活。然后在万华，因为他每天要出去跟很多人打招呼什么的，吃，他已经在这边生活到非常的喜欢这里，因此他在万华买了房子。他是喜欢这里，对，他喜欢这边，他觉得这边非常有很多人味啊，这边人味可以感受到。你看这间锅仔，像这个是早期的一些早期的一间的店，然后旁边又有卖咖啡这样子，它等于是复合在一起。对。咖啡应该是后面才有的，对，后面在增加的，对，后面就很有那种风味。大道城很多，其实很多日本人来也很喜欢去大道城，因为他们觉得很多日本看不到的很多文化跟很多的建筑，早期的日式的建筑都在这边看得到。那他们很喜欢那种街廓的感觉。对，你看像这个也是干妈点嘛？没，这是那个卖香火。对，这个对一些外国人来说，他们会觉得很有兴趣，他们觉得很特别，对，很特别，很有兴趣。然后连这个西式的面包二合针，对，面包店，对，也是。因为过年快到了，大家都开始在买这个甜食、糖果啊，对。可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大家知道各行各业都很辛苦，尤其在万华。那在万华，很多人还有一个这个印象，或者是说，其实也蛮多姐姐妹妹来要求帮助的。就是这边的确有一些产业，有些产业是比较特别的产业，比较特殊的产业，我们没有办法视而不见，因为它就是存在在这边。它就存在在这边。那这一块是不是也请林珠姐跟我们说一下？确实啦，就是我们当时疫情期间还有人通报说，还是有人有这个交易的行为，特别的交易行为在某些地方，那通报来我们就请分局长马上去处理。那处理之后，我们当然就会有当场就有抓到一些就是正在进行交易的带回分局里面。但是分局里面我们有做了一些就是年龄的分，就是有分类，有哪些有些人很多竟然都是老龄的，就是高龄的市场，就是有一些私娼还有占比高龄的姐姐，年纪很大，甚至超过70岁，对，72岁、76岁，对。那我们因为年纪很大，我们觉得需要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他还要来做这样的工作，对。而且他一天所得，他就是有生意的话，他的报酬很低，500、400而已，才500跟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么辛苦，要来做这个。后来了解他才知道说他本来是在附近的餐厅洗碗的阿姨，结果因为餐厅都关了，对，全部都关了，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也没有人养他，他也没办法生活，因此他所熟知的就是这个行业。等一下红灯，对，所以他能够营生的或是能够赚钱的工具只有这个、所以我们就问万华分局局长说要给他罚钱吗？罚不下去了，因为你罚钱他也没钱被罚，所以他只能再去做那个交易，再来赚钱，再来嘛。所以后来我们的社会台北市其实非常激动的，局处之间立刻联络社会局，我们请社会局介入关怀，关怀就先给他解决他生活上的目前上的问题，然后再慢慢来转介他可以这个年纪
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再辅导他，然后转介他做他适合的工作。是，我刚刚其实在出发前有跟明珠姐稍微聊了一下，我听到明珠姐讲了一件事情哦，我觉得非常感人，就是明珠姐因为在商业界比较熟悉哦，所以也许可以就是找一些商业界的人捐款，对，那捐出来的一些款项明珠姐也拿过来帮助这些人。对，这些人就是我们请他说，其实台北市很多人都会说啊，你天龙国很有钱，捐款不应该接在天龙国，可是当疫情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必须守住台北，你才能守住整个台湾。对，所以呢，你知道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很多店的生活，很多靠这样生活的完全都没办法无以为继，所以这些人也就捐款给我们说，他们可以给一些不知不觉我们就走到了这个我们蒙甲的百年老店川业这里。对，那刚才明珠姐讲到一半呢，讲到说是百工百业萧条，那很多人以为台北市是天龙国不需要帮，可是并不是这样。对，并不是这样，其实你知道有很多还是有很多黑暗的角落，还是很多弱势的地方。那所以说那个后来呢，我们有一个叫王波道老先生，他就说我要指定给低收入户，我每户要给他多少钱？他捐多少？他捐了6000，捐了，我看一下，6000万。我6000万。对，6000万现金。真的很。对，谢谢，很感人。对，很感人。对，他年纪90几岁了，他说哈，他那个26岁的时候，他小时候生活很贫苦，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太痛苦的时候，他就发愿说，我在这么辛苦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来帮助我的话，我可能生活不用这么痛苦。所以以后我要是有钱的话，我一定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他就开始存钱，他是存钱哦。所以他说我等了，他跟我讲，朱立满，我等60年，92岁，我终于这个心愿达成了。他捐给台南6000万，捐给彰化6000万，他的出生地，捐给台北6000万。哇，对，好感人。然后呢，叫我们去找出弱势的家庭。然后希望可以维持他一点生活，这样。老板出来了，老板你好，好年轻的老板。对啊，你好年轻哦，你是第四代老板对不对？是，我是第四代老板。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二站就是万华哦，我们这个蒙甲这边的川叶肉圆，这是百年老店，然后他的第四代的接班人怎么称呼？静红。静红，来，请静红带我们还有明珠姐一起进来，看看我们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好不好？好，来。他从衣服就开始宣传了。对啊，你不会冷哦，穿短袖。里面很温暖。里面很温暖。对。现在看到我们这边就一开始就很多阿姨在这个炸这个肉丸，骂完这个是用炸的，是不是？是。我们的肉圆比较特别，我们是先介绍一下。早上做好的时候，我们会先蒸过。蒸过了之后呢，我们到这边再做油炸，主要是因为我们用猪油，它会增加它的口感跟香气。猪油哦，对，可是有些小姐怕胖，猪油 OK 吗？对，就是因为现在人的用餐习惯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想说因大家的那个用餐的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有新增一个清蒸的。对，所以我们让客人是说可以做选择，是清蒸或是油炸。所以以往我们就是有油炸。是，所以如果说你觉得怕就是可能你为了你的身材，那你也可以选择清蒸，这是老板自己开发出来的。那可是我们要选油炸。没问题，明珠姐你要选油炸还清蒸？当然要吃炸的啊，因为这个百年老店，他们的招牌就是炸的。好，我们赶快进去。嗯，没问题。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可是我看还是生意很好很多人是外带嘛，哈。对。这个地方是不是老板有特别再重新整理过？因为看起来很亮，是，位置其实也不多。对，因为我们家的房子是算狭长型的，以前的设计是父亲自己亲手打造的，但是那个时候是走的比较枯燥的感觉，比较昏暗。好，那我坐里面，然后老板坐中间，明珠姐坐外面，好不好？ Okay. 好的。希望不要吵到其他用餐的客人，我们尽量小声一点。好，没问题。看到这个店呢，非常古朴，非常小巧，是狭长型的。可是你看到它的装潢，它尽量可能就是偏那个，对，墙壁贴成像是那个砖头的样子，让大家看到还是古老的样貌。其实您看到的这个部分，当初我们是有一个想法是说，因为这间房子它其实跟剥皮寮其实是同个时期的。那在这个您看到的这个部分，其实里面是真红砖，那我们。上面上方的梁其实都是保留最原始的建材，
他当初没有留下的原因是因为怕就是年轻的小朋友会去破墙壁什么之类造成环境，所以我就后来就取舍掉了。但是还是把我们的最原始的那个两朵露出来了。希望带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古早的感觉。是，那常在这边吃饭的通常也是观光客多吗？还是在地人多？其实一半一半哎。因为毕竟就是这些，我们这个做那么久了，我们的食物其实也算是他们的回忆。也是他们的习惯，所以其实大家在用餐的时候都会来这边。那个我们万华当时我们的那个就是上清，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其实万华人自己很喜欢吃万华的食，对，就是万华的在地食品，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万华在地的店，所以他们常常也会推荐给我们的万华都在地的店，在地的人来吃在地的店很多。对，我今天来出这个前职出任务实在是赚到了，因为我把这个好几家店都变成我的口袋名单，以后我就可以自己跟家人来这边吃。对，都是在地的人才知道在地熊村呢，靠米是安内吗？对，那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这边因为已经有超过百年吗？是，我看资料超过百年，大概是哪一代？然后你自己了不了解这整个历史？我大致上是了解，因为我去问过我们的客人，然后也问过我们的亲戚朋友。那其实从人出来是，最原始是从1910年开始。那其实当初我们家并不是做肉圆的，那我们是捕鱼为生的。但是也因为您不是做肉圆，一开始不是，是我们是算是捕鱼，然后去，因为遇到那时候有船难，阿祖他刚好就是掉到水里面，然后因为那次受到惊吓之后，想说，是不是要去转职？那因为那时我们是福建人，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一个福建的师傅，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这门手艺，那刚好我们福建是用红糟著名的，所以因此他就是把红糟带到肉圆里面。红糟，对对对，所以我们家其实出名的就是红糟肉圆。我们的酱啊，红糟那个肉，它都是用红糟去腌制，然后去炒这样。对，也是因为让增加香味，大家很喜欢。可是你这么年轻啊，你怎么会愿意来接？我的意思说，有些人可能他学校毕业之后，他可能要想要去外面闯一闯，是爸爸一定要你回来接吗？还是你自己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第一代阿祖他在创业的时候，他就有讲过，未来的子孙只要能有更好的发展，其实你就去，不一定要去接这个。但是他说一定要学会，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做。他是觉得说学的一技之长不是很好的，就是算一个学的经验，但是你去做别的发展一定都是 OK 的。那你什么时候决定回来接呢？那接了多久？其实我从小就是跟着家人这样子长大，其实是在市场长大，所以其实都看着他们在备料啊，或者是在店面跟客人这样子经营下。但是我就是大学毕业退伍之后，其实就是想说是不是要去找别的地方发展，因为爸妈以前第一代生五个，第二代也是生五个，那到他们第三代就生五个，就你一个。对，你看台湾少子化是不是很严重？超明显的，超明显，五个，然后变一个。他们又说怕我太累，因为毕竟我们肉圆要做啊，然后一些各种料都是要自己亲自去制作，像什么肉跟虾仁，有的没有，他供完那些都很费工。他们觉得说一个人就是孤掌比较辛苦了，他们觉得说你去找一个可以升迁的管道的工作。那这个就可能让他走向历史啊，对，走向历史。因为毕竟家做家人的，他们做爸妈的想说，孩子不要这么辛苦了，就是让他快乐的就好。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像客人嘛，就是一直来，他们看着我们长大，那我们长大之后就是有这种羁绊，那我们也看着他的孩子长大，他就是有点像家人朋友的感觉。然后你突然放掉，他们就说啊，爸爸不会啊。就会很难舍不得的感觉，我也是因为这个舍不得，想说不然我先学起来好了。然后后来我想说，我就花了5年的时间学。5年哦。对，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其实是要靠经验，然后一直不断的有人在旁边督促，看你怎么做。然后客人他在吃的过程中，他跟你说，啊，你这次做的太 Q， 做的太烂。然后还有我们其实蒸啊，还有现场的炸，其实都是需要功夫的。对，那后来想说，我还是有去别地方工作。那也因为去外面工作，有去接触到不同的经营方式、经营模式跟管理方式。我觉得说，其实在外头很多百年老店，或者是70-80年那些老店，他们就变成一个大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转变，然后让这间店是不是不一定要从
那种很古老的经营方式去这样子经营。后来我就回来想说，不然我就好好把它改变一下。而且你真的做得很好，因为至少现在下午的时间不是吃饭时间，人一直不断川流不息的进来我们的川业，然后呢可以看到整个店也非常的干净哦，就是有别于之前看到别的小吃，台湾传统小吃看起来可能有一点点比较这个脏乱一点点哦，所以都非常的这个舒服，然后上面也有很多的签名，可见有很多的我们有名的人都来。哎，我们师傅有很多那个百年老店的那个，不用，百年老店的特别认证的百年老店，是。所以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那个认证的是百年老店，因为去年建成一百年，所以我们把很多百年老店都找出来。是，对。其实我们万华是一个老城市，然后。其实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老店，是对藏在各个的小区。我们要自己弄吗？好，我们现在先请老板，因为东西已经来，我们请老板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好，先介绍一下，没关系，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只有霸丸，可是没有想到，好像我们这边有名的还有贡丸，是不是？是。来看一下霸丸，霸丸都是用炸的嘛，哈。对。那贡丸呢？贡丸的部分，其实我有去看过渊源，而且我问过在地的人，其实我们家我那时候也还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家来的时候，我们算是万华第一间卖贡丸的店家。哦，所以万华第一间卖贡丸就是你们家？对，这很厉害。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卤肉饭。其实我们卤肉饭也是从第二代才开始有的，但是也是走古早的方式。对，那客人其实也是蛮喜欢的，有它的香气在。对。好，那问一下这个我们主任哦，主任，你看到刚刚这么年轻的老板第四代哦，那他也是跟我们上一个金好吃一样，他是舍不得客人来这边扑空，或是假被丢进逼，所以才决定传承的。是不是我们万华特别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啊，是啊，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我就说我刚刚跟您报告的，就是我们很多万华的店，我们问下来的结果，很多人都是我还是喜欢万华的味道。他就是即便他离乡了回来，还是第一个想来找这边的他记忆中的味道。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份情，我觉得我不能让他们忘掉这个味道，忘掉这个情感，所以为了等于是一个情感的线的连结，所以他们都持续的经营下来。这么年轻还是持续在这个岗位上。对对。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吃一下，尝一下霸丸的味道，好不好？尝一下霸丸的味道，来。这就是刚刚老板跟我们介绍的，非常炸的，这个是炸的，对，油炸的，这个肮糟。红糟肉丸，对吧？是，没错。谢谢。那我们就不客气喽。请慢用。谢谢。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霸丸，我必须要承认。因为我从来自基隆，这个霸丸也是很好吃，好好吃的感觉。你看，所以都是很 Q 弹。红糟嘛，都是红糟。红糟。然后里面都是笋丝，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好，它里面是笋丝，然后是红糟的肉在这里面，在这里面，很扎实，看起来就好好吃，料也很丰富。上面有这个香菜，不喜欢吃香菜可以不要加。好，老板会做肉圆，刚才老板有讲过，这肉圆是你自己做的吗？是，没错。真的假的？对，真的。是没错。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需要这么多年的学习。好好吃哦，谢谢。真的，其实这个肉圆，它的这个皮呀 ，Q Q 的，然后不会太糯，也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最好吃的是那个它的笋丝，因为一吃下去，那个酸味就在你嘴巴里面散发出来，真的好吃哎，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如果买回去自己炸，会不会口感就不一样？我可以教你们怎么炸，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来这边吃。对，假如你们不想那么辛苦的话，我炸给你们吃就好了。好好吃哦！这一碗这个霸丸这样一颗卖多少钱？40。没有涨价吗？没有涨价，因为近这几年就是疫情的关系，阿妈说大家出外人都很辛苦，她想说就这次，虽然说我们已经装潢过了，但是我觉得说是不要涨价。你看吧，我就说真的都是用感情在做生意。因为这个45块真的是有一点点撩棍，对不？对，材料非常丰富。对啊，因为它的肉非常多，然后又很好吃，那个红糟的香气也是一样，
很特别，我很难形容，你必须要自己来这边吃才知道，非常好吃，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在这一颗肉圆里面有散发出来，我有感受到老板的诚意。45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原物料很多都涨了，那老板还坚持不涨，可以撑多久？会不会过完年就要涨？我尽力，对，很辛苦。然后呢，老板是不是也有一个壁画的文创啊？是，其实是有两面的。像你们刚刚一进门，其实有一面白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砖墙，白墙，对，其实目前是尚未完工的，所以其实你们看到的这个店面，其实它还有一点小小的缺陷。那这面的话，其实它是属于我们的历史，跟这面是一样的。现在还没有完工的部分是什么？它是我这边刚好有一张已经完成的画像。老板手机里面有，对，让镜头看一下。好的。它其实就是这幅画叫做青山园。因为我们当初在新竹的时候就拜的是林安尊王。所以你们是从新竹来的？对，我们是从新竹来的。其实我们阿宙就是在地地的新竹人。那当时会来新竹，从新竹来这边的话，也是一来就是那时候的发展，因为有一府二路三房价嘛。然后那个时候这边其实就是福建的人也其实也蛮多的。然后那时候再来的时候，再让我们看一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想离乡背景，祖先不想离乡背景，但是叔公他那时候就有建议，那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去庙里问神，然后神明那时候就有指示说，那其实来这边发展是不错的。对，后来就是来这边，那也因为来这边就是确定就扎根在这边了。我想问一下，神明是？就是那个青山王。青山王，我们的青山王公，上次有一次青山王公不是啪啪啪，一直在放鞭炮那个青山王公，热闹嘛？没有没有，那未来是我们台北的 IP 哦，就是每年固定举办青山王公祭，青山王祭。可是青山王公，青山王祭那时候因为噪音的问题，有时候有一些 complain。因为就是怎么讲，它的鞭炮声太吵了。可是今年去年我们就极端的改善了。对，那是所以未来不会这样。其实我跟你讲，那个季节，这个季就热闹啊。对，这边的人还是蛮喜欢那个热闹感的。对，所以对商家来说，热闹很重要。很重要啊。市长说有这么多的抱怨，代表办得很成功。市长很会正面思考，有这么多的抱怨，代表办得很成功。办得很成功，这也是我们对万华的安慰，就说不用担心，就代表我们办得很成功。对，所以青山王祭以后会持续进行，这样对。前阵我们应该吃一下那个贡丸，他第一家卖的贡丸呢？你看，第一家卖贡丸的店，卖完的快被我吃完了。你知道吗？我们刚来之前，新竹说你卖贡丸，还吃了别的，可是现在看到吃这个鳗丸，我实在太爱了，一下就把它吃光。真的，你速度好快。因为我很爱吃小吃。那贡丸好吃。老板刚刚有特别讲说，他贡丸是万华这边第一家卖的贡丸，算是始祖了，始祖。爆好的。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贡丸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贡丸虽然说现在很多是用机器做，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单纯还是纯用手工去手打。对，它其实在捏制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的贡丸因为有用手工去制作，所以它的那个 Q 弹度是够的。还用手工哦，真的很辛苦。看我们制作人很贴心哦，今天是老板的30岁吗？对，30岁生日，所以我们制作人准备的蛋糕要祝老板生日快乐。谢谢老板，许个愿吧。对不起，许个愿没关系，许个愿，来打开。行吗？没关系，那就这样拿着好了。好。第一个愿望我是希望说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让整个台湾都赶快好起来。那第二的话是希望，因为其实我们万华在地的很多青年学子，大家回来接承了。所以其实我们最近有就是创一个就是万华的协会。希望说可以把我们这个万华去做改造，或者是做一些经营的方式。然后让一些那个客源再回流，回到以前最原始。我们那时候其实人潮非常的非常多，对。但现在慢慢的没落，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办法用一些想法 idea 让它越来越好。那第三就是希望我们的店就像创业一样，串流不行。
一定可以的。对，这是老板30岁的愿望，也希望这个第四代的老板的愿望通通都能够成真。嗯，好，那今天这个川叶这个部分我们到此为止，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好吃的霸王给吃掉。谢谢老板，谢谢。贡丸很好吃，超好吃，真的贡丸好好吃。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霸王，嗯，因为很爱霸王，我超爱霸王。霸王真的好吃，嗯，我下次还会来。没问题，欢迎。嗨，我是 Vivian。嗯。对。老板，我们还可以，因为我们都没有关机，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也许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还可以剪进去。哦，没问题。嗯。其实你们吃到这个肉圆啊，从外面的酱到里面的肉圆，其实都是我们亲手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阿做的那时候就对品质非常的要求，嗯，对，就是酱是它是红桃酱，那外皮的话就是我们用谷米跟地瓜粉去做的。那内里的肉其实我们也是手工切，嗯，主要是要去筛选那个肉，有时候里面有一些杂质会去清除，嗯，对，然后肉的切大小是符合连那个。小朋友或是长辈都可以吃的那个口感的那个大小，其实我们都是算过，嗯，其实每一块都是我们自己有用心去经营跟注意的。你刚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刚刚的店跟这样的店都非常尊重阿公啊、阿祖的主的交代跟那个传承，把那个味道跟他们选择肉的那个水准都一直这样传承下来。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啊，年轻一代20几岁的啊，都不遵循传统，或者是说也不乖。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至少我们现在两家店的这个接班人，都很认真的叫阿祖、阿公、对爸爸妈妈，对，坚持传统。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要传统往下一站走。非常谢谢老板，我已经吃光了，可是还有一颗来不及，没问题。那个贡丸真的很好吃，能不能拿到第一家卖的？嗯，有请问签个名。好，当然，谢谢。谢谢。明珠姐要不要先？明珠姐你先。你先，你先。没有没有，明珠姐你先。这有林长今年是2022。我想问你，张卓那时候罢免的时候，你有接头罢免还是头不罢免？今天15号。你没有去哦。我有在吗？所以你们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今天是13，忘记今天几号。爸爸的事情都支持，其实我们没有。你没有特别支持。哎，谢谢。有什么需要师傅帮忙，你再跟我讲，我跟那个安平。1月15日。谢谢。谢谢。谢谢。好，今天非常谢谢老板，那谢谢你的招待，谢谢，我们要往下一站出发了，拜拜。谢谢，欢迎再来。好。哇，今天真的，今天赚到了，赚到了，吃到钳子最喜欢吃的肉丸，超好吃的。对，好长市长希望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我们不是只有振兴而已，而是利用这个时候能够迅速的作为数位化的转型，对。他本人住在中正区，一个老先生，他每天都要坐公车到万华来吃粥，结果他那天没有办法，那几个月他没有办法来，他就觉得非常的失落。对，非常失落，就没有吃到是觉得失落感的。哇，今天天气真好哎。对，然后人潮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已经有回来一些了，尤其现在又接近过年了，希望这样可以一直维持下去。这边是过年买年货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对，是很好买，东西又便宜，对。像那个我们的柯市长，他过年前也会带着佩琪姐来这边买年货吗？我们会规划一些地方啦，就是台北有一些商圈，大概都会去，对，市长都会去。像这个中药街啊、中药铺啊，也是我们万华或者是这个大道城这一带，对对，非常有名的标志。因为早期很多药材都是透过我都要供的这个 manga 哈，就是从大陆运了一些药材过来，然后所以奠定的很早。因为早期呢，台湾人就是
被清末清朝那个时候认为台湾是一个瘴疠之气，就是这边的人很容易生病，就很容易下痢，很容易就是肠胃不舒服，对，所以呢他们当时就很容易的简单的就把台湾放弃了，割给日本人。那日本人呢他们来做这边来殖民的时候，他们很认真的做了一个工位的 research， 查的结果认为台湾人就真的是肠胃真的是不好，不好的缘故就是因为卫生上比较不好，对卫生上比较不好，所以他们就为了强化台湾的人的卫生，他们就广设卫生所，是对像是广设卫生所，而且家家户户都会放一些比如蒸肉丸啊，一些胃肠药，对小时候我阿公都说草油丸啊，对草油丸啊，来照顾大家的照顾大家的肠胃这样子。对啊，我们已经到了肉粥店到了，这家真的超有名的哦。那这也是算是我们百年老店吗？对，这也是百年老店。好，那老板现在还在忙，我们直接进去吗？老板不在。哦，老板不在，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吗？OK， 来。我们进来喽。第一桌好。第一桌是这一桌吗？这一桌是第二桌。哦，在前面。小心哦。这一桌吗？这已经点好菜了啦！已经点好菜了。好，是哦。哇，它有很多小吃啦。对。好，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周记肉粥店，在万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店呐、很多人可能你在电视上或在部落格上面都会看到的哈。那它里面的装潢非常简单，可是完完全全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对，就是都没有什么变。对。原汁原味的，原汁原味，就是从以前的装潢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也请明珠姐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这家你应该来过吧？对，我们以前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其实不能内用，我们都是跟他外带。对，我们都是跟他外带。对，那这个就是最早期的大家吃的肉，这个肉片，然后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穿烫。那穿烫的最大的因素是它的食材要很新鲜，对，要非常的新鲜。那这是白斩鸡，就是非常古早味的，原汁的古早味，没有特别加其他的料，还是一样可以显示它吃它的原味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朴素以前呐，小时候我们阿公家里面拜拜或者是带我们出去吃饭，农心都吃安呢，冇唔丢白斩鸡哈，然后就穿烫的，都是穿烫，穿烫基本上这是回鸡嘛，对回鸡，啊这个是三层肉，三层肉。那它当然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粥干馍嘛，是不是干馍？对，在 Kia 塞家，宵夜买塞家，什么时阵拢会塞家？什么时阵拢会塞家？会塞家中岛暗时买塞家宵夜，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吃。台湾非常早期时候，大家吃的就是米妞啦，就是吃粥、吃纸鸡啦，或者是宵夜啦，或者任何一个时候，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家里不方便的时候，全部都是可以吃粥的，全部都可以在这边买。对，好，平常这个时间点哦，过去好像也都是要排队。对，对。今天其实我们是吃饭的时间，现在是3点，所以人还是满满的了哈。对。好，我们来等待粥来临的之前，我们也请明珠姐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她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万华疫情后，应该算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个振兴嘛。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两家店哦，都是传承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的小老板在传承。那像这样子哦，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店了。那它的。我们如果说以政府的观点来看，也不需要特别协助了，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他有一些店，就是谢谢甘霞，甘霞谢谢，就是有一些店哦，有一些老店，他碰到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外观感觉上、卫生上的问题，比如说他的玻璃有没有擦得很干净，或者是说他的他的座位哈的桌上的整理啊、擦拭，就从。你要拿东西到桌上的这一段距离，还有到桌上那给人家的感觉，是对，所以我们也会尽量辅导他们。其实我们有在鼓吹，我们的商业产发局的商业处都有在跟他们鼓吹说，要不要我们协助来把你做的比较像现代化式的，对，比较现代化的，就像刚才穿越这样，对，像穿越这样。另外还有我们这边辅导的一个叫小王煮瓜，就是它的外表就是一个很有古早味，但是也有设计感，但是就是非常有味道的那种小店。小吃店这样的感觉，而不是说像进来有这种大圆桌，它非常有设计感。
对对，就也很可以拍照，嗯，网红也可以拍照，对，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打卡拍照现在是非常重要。不过因为现在是这个台北市，我们疫情是维持在二级哦，那这里虽然是没有隔板，可是我们有维持一个社交距离哦，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合理的距离，所以我们是完完全全在防疫的规定下面来做今天这期节目哦，这还是必须以正视听，就对对对，以正视听，这是一定要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除了没有在吃饭用餐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平常的时候我们是要戴着口罩的，然后另外距离这个距离都算是在安全的距离上，对，基本上哈，我们市政府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来辅导他，就说你可能要把你的店面做升级，那我们可以找人来帮你做设计跟规划，这些要钱吗？是否会有一些辅助，会有一些补助，对对，会有一些补助，对。现在其实，在万华区，我们有好多家店是市府特别做过的，改天我们可以再来，也可以来拍一拍。好啊，就是他，有一些偶像剧会特别吃饭会安排到那里去，因为它的很好拍，也是很漂亮这样子。对，其实呢，不用明珠姐邀请，我自己都会很想再来第二次或第三次。这边很多店哦，或是有一些角落，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完完全全走完的，当然太多了。对对，这个地方可以慢慢的逛。我们甚至也在这附近哈，有透过我们的文具会有安排那个就是。旗袍店就是你可以租借穿旗袍，我有朋友去过，对，然后可以拍照，然后可以，你可以穿旗袍走在这个街过上拍照，来吃这些，吃这些点心啊，就是传统的小吃，好吃吧？好吃，好吃。它这个粥就是，它不像那种广东粥，有没有？就是像那种古早味的粥，对，像香港那种粥，它是把它炖得很烂。可是我们台湾的粥是古早味粥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米粒是粒粒分明的。它最主要是这个汤头，对，汤头很棒，汤头的问题，对。然后里面有一些红葱头的味道，那种一定加昂昌桃，昂昌桃，就是香味也会可以提出来，提味的，那可以配这些，要配小菜吃。我们刚刚一直不断强调，就是后疫情时代要怎么样让万华这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复苏起来，人潮有回来，可是没有完完全全回来，这一点是大家必须要再努力的。我们其实市长说哈，这个疫情早期台湾的疫情控制的非常好，那国外的疫情很严重，所以他们很快的数位化转型的非常快，线上的哈，还有透过Uber Eats 就是外送，或者是用扫描，你不用现金交易，直接用扫描。所以当疫情开始在起来的时候，我们市府也一直在协助很多的厂家，包这些百年老店，是不是你可以来用我们的悠游付？哦，悠游卡吗？用悠游付，就是你上网，你用手机直接扫描，那你就可以付款，那你都不用接触，也不用拿钱，直接接触。那所以你坐上来，有的甚至你可以透过那个平台，你就可以点餐，那你就不需要有碰触的问题，还有金钱在碰触的问题，直接用悠游付付款。台北市现在一直在推这个数位化的转型，希望在疫情这个期间，大家能够赶快积极的进入数位化的时代。所以可以用悠游付，就不用在那边掏零钱啊，找零钱这样子。因为金钱其实也是一个传播链，对，没有错，是个传播链。对，这要沾一下他们这个特制的酱，特制的辣酱。我们灯节那天很冷。我们这次灯节就是。去年的灯节我们是办在万华嘛，天气很冷，每个人都这么冷的时候都想说，我们想要来吃肉粥。对，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疫情期间是用外带的，用外带，就是打包这个洲际肉粥去吃，因为它的这个，当然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味道哦。那这间店在疫情期间其实也有受到一些冲击。每一家店，万华刚就是我们走来一路走来的所有的老板都在讲，对，因为疫情期间哦，突然都没有人来，那你知道这些料，这些各种料都是新鲜，它的味道都是，它都你看，你可以看得到它都是，因为它都是撒晒呢，撒晒就是哎才新鲜、要新鲜，对，对啊，你固定在供应你这些供应商，你对他的承诺就是你每天要有这么多的量，对对，那你现在疫情期间你怎么办？对，你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所以你对上面的承诺，然后。
突然客人都没有了，对，那老板的门店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嗯，都非常大，嗯、所以我们也协助就很当然也就协助帮他做一些，我们这边的商圈的理事长非常努力，一直在帮忙宣传说，那大家可以给我介绍到周记家哈，就是小菜啊、嗯、可以叫回家吃这样子、嗯嗯，对，所以我们也协助说可不可以让他们透过 Foodpanda 或者透过 Uber Eats 大家也来叫我们这些小吃的店，所以市场不但这些传统的店，包括那个传统的卖菜的市场，传统市场，因为我们担心传统市场你近距离的挑菜，嗯，那有可能确诊者他磨了菜不要放下去那一把、嗯嗯、下面的人可能再拿起来，对，所以当时我们连菜市场传统菜市场我们都透过 Foodpanda 的合作，嗯，用 Foodpanda 去点菜，传统的传统市场可以用 Foodpanda， 可以、哦、我们台北市已经有对的，就传统市场也是透过 Foodpanda、嗯、然后去订菜，然后让他送到你家，你一方面可以减少你接触，那一方面你可以回来、嗯、就是你回家的时候他直接送到你家里来，对，你人也不用出去，那你也不用到菜市场去可能碰触到接触上的传染的问题、嗯嗯、我们希望就是把传染链断点，嗯，那断点的话菜市场大家太爱去菜市场买菜，对，所以如果你喜欢菜市场金比爷，那好，透过Foodpanda合作你可以点，比如说你环南市场哪些摊你摊上你可以点、嗯、一样可以点、嗯、一样可以付钱，对，顾问呢就把那些菜跟这些新鲜的花枝，对，还有这些鸡嘛送到你家，对，其实在疫情期间你知道吗，有些人的买菜习惯像 我自己的妈妈，我们家住基隆、嗯、一定都要到菜市场，她就说没塞啊，我一定要去菜市场买菜，因为到超市她不会买、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那你疫情期间你不要去，她就全身武装你知道吗，穿了这个防护罩啊、嗯、如果说有像刚刚明珠姐讲这样子哦、嗯、你可以透过、嗯、你可以一样去传统市场，透过Foodpanda，可是你透过像这样子的 app、嗯，可以去订，那就没有问题了。对，那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曾经发现到，就是传统市场是一个很可怕的传播链。嗯，我们当时吓死了，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你路上没有看到人，可是传统市场满满的人。对，我们那时候为了阻挡大家不要再来菜市场，我们就把筛检站设在菜市场门口。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对对，看到说看到门口，让大家看到筛检站，警戒心就会起来。嗯，对。明珠姐，等一下哦、嗯，我们要去一个，我们这次要讲述我们这整个疫情啊，我们万华人是怎么样对抗这个疫情的一个起点。嗯，那个地方是在剥皮寮的这个历史街区吗？对，嗯，对，是在我们的剥皮寮。那个剥皮寮大家应该看得非常熟悉。我有一个片非常有名叫《漫港》。对，哎，那个片就在里面拍的。嗯，对，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嗯，就是也是今天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哦，让大家看看万华人在这个对抗疫情的这一段期间，他们到底做什么，还有他们经历了什么。嗯、我们现在赶快过去好不好？好，好，明珠姐，我们立刻来去。嗯。掉下去这样。谢谢老板，谢谢拍摄，谢谢。那口罩要戴起来。嗯嗯。剥皮寮这个名字哦，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嗯、可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剥皮寮是什么意思、哦。嗯。它其实有很多历史的含义在里面。对。嗯，对，当时哈、哦、这个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候，每一天当时疫情开始的时候是由和平医院通报来说，糟糕，有一个人呢，他来看病的时候，他自述他是尿道发炎，嗯，可是呢没有好，他就开始看，而且是一个姐姐，对对对对，嗯，结果呢看的时候没有好，没有好之后他又看耳鼻喉科，他每一个科都去看过了，嗯，嗯，看过到后来的时候照了他的肺部，发现、嗯、糟糕，嗯，他是一个确诊者，是，对，是，结果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恐怖，因为可能。和平医院已经给他每一个科都看过一圈了，对，那这样子怎么办？因此我们府内紧急讨论说，和平医院那要再来封院吗？嗯，那市长觉得，而且大家想到 SARS， 是想到 SARS 那个恐怖经验，嗯，那市长因为他曾经也是经过 SARS 过来的，他也非常感谢有这个 SARS 的抗 SARS 的经验，因此他说，嗯，研究的结果觉得，如果我们封院，恐怕会造成很多人的恐慌。是，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厘清里面，就是可能有感染的，我们怎么样去隔离他，
然后把里面整理干净之后，我们清理干净的地方去不封验，然后持续在看诊，是事实上控制的非常的好，没有错。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让市长警觉说，每天的确诊都这么多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快筛？因为先把可能的确诊者，我们先把它拦截下来，因为不拦截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的疫情最严重的是印度，每天看到那么恐怖，那如果没有拦截下来的话，这些人可能搭捷运，可能搭公车，可能搭台铁，可能搭高铁，那都会造成一个恐怖的那个传播链，因此虽然中央不愿意快筛，我们市长立马决定我们来快筛。有那个时候的那个新闻，我可以看到中央跟台北市大战啊，不过这都过去了，结果是好的就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剥皮寮历史街区，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一整片呢，这个是已经有认证的哦，是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街区。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街区作为一个防疫堡垒展呢？我们先慢慢走进去，然后请这个秘书姐告诉我们这整个故事，这很不容易的故事。这个我们市府内我们叫它惊爆三十六天。对，因为我们确定在这里做快筛站，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拦截很多很多，每天甚至到达三位数的这种这么多的确诊者是的地方，就是在设站在这里。为什么设在这里？因为当时我们发现到确诊者最多的整个疫情烧起来的地方就是万华。是。先放一下，好，来。那所以呢，我们讨论的结果呢，我们中央也来跟我们讨论了哈，就是我们在和平医院设一个快筛的地方，快筛站，然后另外在中兴医院区设个快筛站。可是中间这个地方人最多的，最多确诊的，烧的最严重的，我们就设在剥皮寮。就是当时要设在剥皮寮的时候，其实也经过很多的挣扎，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古迹，对，这里不能钉钉子，不能贴任何东西。那我们为什么要设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中间区，你知道，我们当时后来决定我们要设在这边的时候，那在缺乏很多医护人员的时候，我们怎么找到这些人？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剥皮寮快筛站的一个总负责人，叫许家珍副总院长，是，他设了一个群组，这个群组是我们所谓联合医院的。联合医院的医护人员的群组说，有没有人我们要设快筛站，有没有人愿意来？结果你知道吗？都是主动说我要来，我要来，好感人哦！全部都主动的说我们要来。不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可能要看一下这里哈。这个是三十六天筛检站的平面配置图，它其实就是忠实的呈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等候就在这里，当时大家就在这边排队等候区，对，排队等候区，对，因为要有间隔。对，譬如说我站在这边，我要筛检，我排在这里，对，那明珠姐就排在我后面，那必须要拉开一个距离，它就是很忠。当时的完全呈现了当时的状况，对不对？好，来明珠姐。那当时有很多就是在那个酒就是在车茶店服务的小姐，他们是拖着行李，拖着行李来这边排队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来之后他可能就回不去了，所以他们可能知道会染疫，对，然后他拖着行李来一检测完他可能就要住院了，就立刻就要被隔离出来隔离了，所以他们是自己都拖着行李来的，是，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我们来看这个重回起点，对，重回起点啊，这等候区，对，好，然后接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临场重现，当时的户外哈，三十多度，我们有很多医护人员，因为要穿这个兔宝宝装，穿的好几层的这个防护，天气又很热，所以有很多人做到一半的时候跑到旁边就呕吐，因为身体受不了，太热了，一直呕吐。那个时候的副总院长跟我讲说，来这边几乎没有人不呕吐的，没有人不呕吐，因为太热了。后来他们有一次紧急跟我说，因为天气太热，他们希望在穿防护这个防护衣的里面呢，就可以加装一件有会凉气的、有冰的，像冰的那种小背心。那他穿的那个小背心，再穿那个防护，至少不会那么热。对，因为会中暑，自己会中暑，所以我就紧急的赶快去募了这些，还好就是有很多帮助的企业家，就募了这个背心，买给他们穿在里面的那个，凉爽的背心。对，幸好明珠姐有这个一些资源，你可以有办法得到这些物资的收集，可以来往里面看。那当时再来测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样子，
防护衣就是这样子，对，防护衣有分级的，嗯，对，嗯，对，这报到披挂有设置的，有隔帘，身为披挂衣，这是我们穿的，这是二级穿的，嗯，三级就要更升级了，对，所以他们脱下来整个衣服都是湿的，都湿的，里面的衣服绝对都是湿的，所以我们后来有给他们准备，里面也穿了一个背心，你看这个口罩是不一样的，级数不一样，然后最高级的化学兵式的穿法是这样。我们当时呈现的就是，几天到几天有几个人，我们动员多少是护理人员，那医院总共参与的有多少人，这是每一天我们都做了一个完整的记录。剥皮寮快筛站的总数，2021年5月10日到5月15日，筛检量406人，快筛阳有50个人，快筛阳的比例12，我们比例都把它算出来，这样。好，这个都是以后都可以留下来当做一个历史的见证。我们就认为说，剥皮寮需要有一面这样的墙，记录当时所有发生过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我们的抗疫的日记，我们都把它做出来。对，嗯，然后现场也会播放那个纪录片啊，这是抗疫的日志哦。我们随便看一个哦，就是许家珍，就刚刚。我们副总院长负责这个剥皮寮的，对，他就他有特别写下来他当时的心情，还有当时的感受，都在这里哦，浓缩在这里。我们这边有访问过当时确诊的人，他的心声是怎么样？医护人员照顾的人，每一个人的各样的抗疫的日记，我们都把它做了一个记录。包括这边有个百年的国小，就老松国小，他就深陷在这个疫区，所以他的感受也非常深。他的学校的学生，他保护学校的学生、老师等等，对，这边都是参与的人，比如说防疫司机，我们这边有确诊的人，我们让他坐防疫司机特别的计程车，载他到我们到检疫旅馆去。大家看这边，一样米百样人，在同一处快筛站，自然有百样人的心情。对。那336天的战役中，来自不同单位、拥有不同背景的医护人员哦，来做这样的快筛日志，都在这里哦。那也有18年前我们刚才提到的 SARS 的抗 SARS 司机，他重新在18年后又披挂上阵。有的人是因为保护家人，他都不敢回家，他就在这里工作。对我们这样子，就有一些医护人员我们就让他有我们那个加油站旁边有一些青年旅馆，在青年旅馆就给他们。当作他们暂时的旅馆，因为他不敢回家，因为他可能他担心他回家去感染到家人，甚至家人对他来这里是不谅解的，对，是不谅解的。所以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医护人员他非常有勇气，不管是家人反对或者是怎么样，他都坚持要来这边。是，对，是。然后这边也有摄影展哦，他是用数位化的方式告诉大家那一天的感受。我们这个展哦，就是我们当时市长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我们在这边抗煞的，就是防疫抗疫的一个记录。当天呢，我们这个剥皮寮展开幕的那一天，所有来参加的都是参与的里长，包括这个是福音里的里长。是。那福音的里长哦，他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我们把衰减证设在这边，旁边人就来骂他，你给我嫌你农民者，我们生意都不要做，这边衰减所有的阳性人都集中在这里，你叫我要怎么做生意？他被骂到哦，这压力每天大到我们那一天开幕的时候，剥皮寮展开幕的时候，他一个40岁的男生哭到不行，他压力完全一死，就卸松，对，就是哭到不行。对，市长也讲到一半流眼泪，所有人都哭成一团。那市长说，在这边不掉泪的人。掉泪的人就是当时承受压力，承受那种极端的压力跟极端的勇气，我坚持在这里守住这里。对，你要知道，我们把剥皮寮，我们在剥皮寮这边，我们拦截了这么多的确诊者，使这些确诊者不会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造成一个感染链或者传染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所以市长说，我们要把这边当作跟战争一样，不能有任何一个疏忽跟一个松懈。所以我们当时把确诊者确诊都拦截下来之后，就阻断了像印度那样子很恐怖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有人讲万华是破口，万华人当然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极端的勇气，对，还有勇气还在这里，他不会离开，他继续在这里，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万华清零，我一定要把我的万华的所有的荣耀找回来，这样子。我们这边声音比较大，我们到外面去哦，告诉我最后一个可能透过明珠姐的口知道说这些万华人在这36天尤其在剥皮寮设这个筛检站那时候的心路历程。好，那也告诉我们一个 ending。 小心小心，
当时我们要在这边设那个衰减站的时候，其实这边的福音里的里长他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知道已经很多的商店都没有生意了，但是其实他们店还是开着的，他们还是期待有人来，可是你筛检要不然在外面大家穿着那样的衣服，你觉得有人敢来吗？没有人敢靠近，而且所有来的人都可能是确诊的人，对，所以他们认为你把，因为有很多外地来的、对对，有很多外地来的、所以他觉得说你总所有的有问题的人，恐怖的人都捡来家，所以那个里，但是里长知道说没有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些全部拦截下来？所以他又要配合我们政府，所以他两边的压力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剥皮寮社这个筛检站、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同意啦，没有那个压力，简直是已经到了爆表的阶段了。刚刚明珠姐也讲哦，那一天这个展览成立的时候，市长包括明珠姐刚才也都想到了，都红了眼眶。还有我们黄山副市长，每一个人都哭成一团。还有福音里的里长，还有参与的所有里长。所以我们市长特别特别特别，在今年的跨年晚会的时候，他用非常真诚的，就是的语言来感谢万华，就是万华跟着我们走了这个抗疫的这一役，然后谢谢万华帮我们守住了台北，守住了整个台湾。也谢谢万华的勇气，还有无所畏惧，他帮我们把整个台湾都守下来了，这也是我们重回起点的最大的意义哦。大家可以看到呢，这是去年2021年5月14号这一天会刻印在台湾防疫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个我们剥皮寮的古迹短短不到一天就已经变成我们的筛检堡垒了，这是要何等的效率和何等的这个精实的力量才能够成立啊！因为这边它特别的地方是它本来是一个古迹，但是我们在古迹的历史文化里面，我们其实加上了一个跟生命搏斗的印记，所以这里我们把这个古迹更加成了，更加深了它的意义的存在。其实它曾经也是为了所有台湾人这个生命搏斗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把它认为它就是一个堡垒，万华也就是守住我们这个疫情的很重要的一个堡垒。那当然剥皮寮这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堡垒站，是万华的故事，还有这个包括剥皮寮的故事哦，其实就是标志着我们台湾人的勇气，还有我们面对困难的一个决心跟毅力哦。这也是我们今天前子的出任务超前新闻，可以来到剥皮寮，来到万华的最大的意义。今天非常谢谢明珠姐，谢明珠，她是台北市市长，是市长室主任哦，他在这边帮助了所有的万华的商家，也带我们看到今天万华人的勇气，真的非常谢谢他。谢谢明珠姐，最后要告诉我们什么吗？谢谢我想要让所有我们台湾人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万华其实守住了我们台湾，帮我们台湾守住了很，帮我们台湾守住疫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堡垒。万华绝对不是破口，万华是一个永远繁荣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来万华玩。万华有很多好吃的，还有龙山寺，还有青山王宫，它是一个神明保护的地方。万华是神明保护的地方，欢迎大家都来万华，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明珠姐，哎，明珠姐超棒的，我讲得好吗？她讲得很好，对，很棒，很会描述。